幫我揾音樂嘅同事叫 Herman 啦，佢就即係膽粗粗咁樣，就不如問下嘉豪寫首歌俾我啦。咁我就嘉豪喎，我喎，咁好，咁啊，點知佢一問咧，我就本身冇乜期望嘅，點知即係嘉豪就應承咗，咁就有 Close Friend 呢首歌啦，所以多謝佢。咁啊，頭先問完 Close Friend 啦，咁今日有冇人係一個人嚟嘅先？我應該係唔敢出聲嘅，因為我都係嗰啲人嚟嘅。我通常咧戴住頂帽啊、口罩啊，就係企喺側邊問呢啲問題咧，絕對唔會舉手答嘅。我係一個人行。係啦，咁啊，因為我自己咧就有一首歌，就叫做《孤獨先生》。咁啊，如果你今日係一個人嚟嘅話咧，呢首歌送俾你，希望你冇咁孤獨。誰會懂孤身為自尋冒充，空虛寂寞洞。一襟一呼将思念尽断送，我凭乜只跟我接通，体贴入嚟难抱紧处理好力，总可细说天和地，爱不讲时机，才够细节来细味。Hello， 今日紧唔紧张啊？冇队友喺身边。今日都紧张噶，因为今日系我第一次。连续表演五六首歌咁样，唔停咁样去做，咁啊通常都有佢两只傍住噶嘛。佢哋有冇为你打气啊？佢哋心灵为我打气，系，因为佢哋忙紧，系啊，你知啦，即系有啲出咗国啊嘛，佢哋。系，都系点解头先会拣咗首？点解我拣嘉豪嘅歌？即系拣嘉豪，拍过你。哦，因为其实本身咧，一路都好想。多谢嘉豪作咗 close， 即系写咗 close friend 首歌俾我嘅。咁但系其实一路都没有一个机会可以去讲啊。咁就因为当时演唱会嘅时候啲时间又好剔，咁啊可以喺呢个场度，我就都想讲一次咁样咯。系。佢知唔知你唱佢嘅歌嘅今日？佢唔知噶。系。到时到佢就收到呢个惊喜啦。我觉得对佢嚟讲未必系惊喜嘅，但系但系系咯，即系我都想表达，我都中意佢啲歌咁样。会唔会都想合唱嘅机会嚟啊？大家。想噶，如果有机会合作，当然系好啦，系啊。但见你今日都开得都几低喎，都系咪？系咩？要battle 盛世美颜嘅阿 George， 阿 George 依家扬威海外啦。佢都打开个心口啊，咁我冚翻埋。冇，佢就系冚翻埋啊，净系几。佢靠个样，佢靠个样。咁如果系咁，咁我打翻开，即系大家 share 啦，唔好撞。你有冇都睇到啲报道，啲网友都欣赏你嘅美貌啊？唔使睇报道，我本身就好欣赏佢美貌嘅，系啊，即系不嬲都讲 George 系历史角，系啊。你自己咧 ，sorry， 喺你面前尖尖认叻噶咋？好少嘅，佢好少认咧自己个样，佢通常认咧自己其他嘢。今次杨威海外有冇啊？我自己就为佢呢件事好骄傲嘅，即系我觉得哇，我哋三子即系 George， 哇，走都去日本、啊，即系国际电影节，我觉得系好好。佢其实平时认叻系认叻边个部分咧？佢通常认叻嗰啲部分唔出得街喎。你见过嘅？啊？你见过嘅？佢拍某套戏嘅时候个名字有提过嘅。哦，即系大家要去厕所先见到嘅。嗰啲秘密嚟嘅，秘密嚟系啦。咁你会唔会你觉得你哋队嘅颜值担当会系边位咧？谁？冇听颜值担当系边个？如果颜值担当一定系 George 嘅，你添啊，你都好靓仔。唔系啊，你都讲啦，佢唔扣楼，净系靠上部分、上面部嗰部分已经威出海外啦。咁梗系 George 啦。喂，你试下靠下面部分威出海外咯，搞得系咯。我就系靠呢啲嘅咋，你明唔明啊？但系又唔好啊，即系再搞得太多就霸咗 Marco 嗰 part 啦。你觉得自己系负责边一部分啊？咩担当 ？Marco 靠下面嘅，我负责下爬、心口以上。你攞中间嗰系啦，下爬、心口以上系我嘅，Marco 就系心口以下嘅，George 就颈以上嘅，系啊。但系 Marco 都去咗外国度同啲女神 dating， 佢真系开心。其实嗰啲叫咩啊？佢有嗰啲叫做好强嘅桃花运啊，系啊。你觉得佢嘅桃花运真正开始咗未？佢脱离 dating。我觉得佢拍第一季嘅时候已经开始咗㗎啦。不过佢冇讲啫。即有同你哋讲嘅。
冇嘅，讲下先啫，我估啫，因为我喺 IG 即系偷偷睇到佢有 follow 晒人哋咁样。可能单方面喎、啊。单方面咁样，单唔单方面我就不知啦，亦都费事问啦，系咪先？咁你自己咧有咩新嘅工作安排？佢哋又拍咁多嘢啦。呢排都系拍紧综艺咯，系啦，拍紧一个新嘅综艺，咁同埋我哋 P 五 C 其实一路都在拍紧。我关心阿 V 嘅心情。时时刻刻都关心嘅，因为我哋成日拍节目嘅时候都尽量唔攞呢样嘢嚟讲笑嘅。